Hello 各位同学，我哋继续讲 Laws of Integral Indices 呢课书啦。嗱，我哋今次呢个 video 咧，最好咧我哋睇一睇啊 exercise 八 C 嘅一啲问题啦。OK， 咁啊最重要我哋睇问题嘅，即系今次啊，咁啊睇一睇呢个17A 啦呢条问题啦，1.2×20嘅八次，再乘3×10嘅四次。OK。嗱，呢啲問題咧都係問叫你咧without use calculator 咁做啦，啊咁就其實都真係唔使用嘅。嗱，呢度係乘啦，啊咁我哋個字頭還字頭乘，啊十嘅次方還十嘅次方乘，所以咧1.2×3，後邊咧就係10×8乘10×4。好，十嘅次方大家一齊十嘅次方啦，即係8×4咧就變10×12，跟住3×1.2。3.6 啦 ，OK， 就系咁啦。咁啊，呢个前面呢个数字3.6系细过一，大过一，细过十，咁就冇问题啦。OK， scientific notation 完成。好，即刻睇下一条21 A 啦呢条。咁我哋首先咧就要将佢咧转翻做十嘅次方啦。嗱，今次咧呢条咧睇清楚系加嚟嘅。OK， 记住加减。和乘除的做法是有不同的。好，首先呢就褪下位，褪回做什么呢？我们先褪回6个位先，向小数点向左褪6个位，就是25×20的6次，左是加，加上这个791乘20的6次。 OK， 大家都是褪了6个位。好，跟住咧，大家都系十嘅六次，咁就可以将佢加啦。啊，抽咗个 common factor 十嘅六次出嚟，前边个字头咧就加埋佢。OK， 咁就5+1系6啦。啊，2+9啊，11进咗位，所以系816×20嘅六次。好，咁啊，816啊，好明显大过10啦，所以咧就将小数点吞翻两个位，变翻8.16，向左手边吞系加 ，OK， 咁啊十嘅次方加到2就10×8次。咁咧嗱，有少少快啊，咁但系我相信大家应该跟得到嘅。啊，我哋加减，记住加减，我哋要将个十次方咧转做一样，我哋先可以做加减嘅。好，再睇28啊，呢个嗱，留意佢中间呢个系乘嚟嘅 ，OK， 乘嚟嘅，唔系加，唔系减，乘啊，同埋除 ，OK， 咁我哋就用翻乘除嘅方法啦。好，呢个500000000除翻0.0000004。嗱，呢度咧就要小心啲啊，数翻几多个零啊。好，对于第一个啦，我哋褪翻3个位、6个位、9个位 ，OK， 咁就变成2.4×20嘅，向右手边褪系-9，跟住乘呢个咧系向右左手边褪3个、6个 ，OK， 6个位就变5.8啦，都唔紧要嘅。我哋因为最后我哋都未去到最后答案咧，咁啊吞住先都得嘅。啊，睇下边个容易，比我容易啲计数啦，俾我哋再除啦。啊，呢个0.0000004，我哋吞翻3个位、6个位、9个位啊，变做4×20嘅，向右手边系减嚟嘅，嚟-9次。OK， 好，跟住啦，全部都系乘同除啊，我哋分翻做十嘅次方同埋字头啦，2.4×2×8除4。OK， 跟住十嘅次方咧，10×-9啦，10×6啦，同埋除10×-9。好，十嘅次方啊，10×-9乘六，10×-6 ，OK。10×6次啊，咁就可以相加啦。咁但系下边仲有个10×-9次啊，咁所以调翻上咧系+9啊，所以加减九啊，或者你10×-9次、10×-9次咧，呢两个咧一样样咯，我哋约走咗，所以咧其实只剩低系10×6次啦。
好，跟住啦，2.4 乘58除4 ，OK， 嗱，如果佢俾你计用计数机，你可以用计数机啦。如果唔系嘅咧，简单地约约啫，因为4×6=24啊，咁即系话同个四约咗咧，呢、這个即系正0.6乘翻58 ，OK， 咁就做一个乘一乘佢啦。就乘一乘佢呢个系34.8嚟嘅，乘以十嘅6次。咁啊，34.8就系大过10啦。咁所以咧，就将个小数点位咧，褪翻向左边啦。OK， 向左褪一格，3.48乘以10嘅，向左褪最一个位，左向左褪加10嘅7次。OK， 嗱，小心啲，唔好褪錯位啊！有時加減向左右褪咧，會變咗加減錯咗咧，咁就唔抵啦！啊，小心啲褪。好，再睇29啊，呢嚿啊，解完之後咧，仲要成個二次喎。OK， 先咧，我哋將佢轉翻先啦，褪翻36。OK， 呢度褪夠佢八個位啦，48乘以向右手邊褪。所以是八个位，负八，跟住呢度3、6、7个位，去到24 ，OK， 24乘以10嘅，向左手边行七个，所以7，成个继续二次，48除24，咁就简单啲啊吓，24同48即系2啫，咁所以咧呢度咧剩低嘅2，48除24就剩2，跟住10嘅次方。OK， 將個10嘅7次調翻上去份子，就變成-7次。OK， 10嘅-8次，再減7次，咁所以咧10嘅-15次，成個仲要2次喎。OK， 唔好唔記得咗。好，咁跟住咧成個2次，咁即係咩啊？每一嚿嘢都2次啦，係嘛？中間係乘嚟嘅喎，記住。啊，呢、這個啦 ，A B 成個 n 次，就係 A 嘅 n 次 ，B 嘅 n 次。系咪啊？呢条 law 啊，记唔记得啊？咁而家一样噶，其实冇变噶，因为中间都系乘啫嘛。啊，二同10嘅-15次，里边每一嚿嘢都要2次。好，所以咧2系2次，即系4。10嘅-15次又2次，咁就即系变呢个10嘅-15次2次。次方再次方，次方相乘。OK， 即系10嘅-30次。得唔得啊？所以咧喺呢啲数字啦，用唔用下我哋又用翻晒啲 law 啫，都一样咁用嘅。咁但系咧就小心啲，谂清楚其实咩意思啊？呢度咧好容易咧就会变咗咩咧啊？咁好容易就会变咗可能变咗加咁样样噶啦啊，就系咁啦。好，再睇下啦，文字体啦，33条啊。In 2014啊，个 population of China was about 咁多啦。And China's population was about 250 times that of Singapore. 啊，咁而家就翻到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2014啊，咁要理解呢一句 China's population about 250 times that of Singapore， 即系咩咧？系个 China 嘅 population 咧系等于250 times that of Singapore， 是新加坡的250倍，所以呢条式应该是这样的。啊，有些同学呢就会列错式，变成 China 乘250，这样呢就会错了。啊，看清楚下，啊，你其实照返次序 China population， 我实包我实包，即当个 equal 啦。OK， 等于250啦乘返新加坡，啊，的 population 啦。OK， 咁條式咧就係呢個咁樣嘅樣啦。咁而家就目標係揾 population of Singapore。OK， 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寫翻啦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2014就應該係咩啊？係 China population 13,6,7,5,9,0,0,0,OK，13亿人口啊，
啊，跟住再除翻250 times。OK， 好啦，嗱喺呢度咧，我哋可以先揿咗机，我哋再将佢咧写翻做一个scientific notation 啦。OK， 咁呢个系13675900，13675900，再加三个零，吓，跟住除翻250，咁咧数字就系5470360啦。OK， 啊，咁咧，跟住我哋就要将佢 express in scientific notation。同埋 correct to 三個 significant figures， 我哋淨係要三個有效數字啫。啊，咁所以褪翻位，我哋褪一、二、三、四、五、六，褪翻六個位，咁就係5.47036。OK， 應該有嘅，後邊036，但係咧，我係要三個有效數字。OK， 淨係找呢三個啫。OK， 褪咗一、二、三、四、五、六個位，向左手邊褪，所以係正。5.47×10嘅六次方 ，OK， population 就系咁多人，而我哋做咗嘅系 correct to 三个 significant figure，OK，、okay? 好就系、是、咁样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咧要用嘅就系我哋识得写翻佢 certification， 而我哋只系要佢三个有数字。最重要是看條問題的時候，是懂得寫那條式，不要寫錯，那就應該不會錯的了。